你词背完了吗？没有啊。我全程都要哼，如果他不让我看词的话。其实他记不住歌词可以转过去看啊，我觉得。弹 free 一点，不要在 beat 上这么精准。想起来再唱。就是想到再唱。我会马上听。You know it, you know it, hey, you know.哇，你的字好大呀！你要放到台上吗？我这是大抄，老师，哎呀！啊，我真的很想要提字器哦。你看到那个六个反馈了吗？啊，六个反馈一下。那个字放过去肯定看不到了。你看他的字，哎，宇坤，看了他那个字像算命的。这么大，你放在那儿看不见吗？跟一个耳朵一样大。弹小说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歌词很用心写，非常精，有经验，它其实也是一种，就是这很难看。我的小抄是写在这里，他的小抄是写在这里。我说你写这里干嘛？叫纹身纹错了一样。他说，因为你这样拿话筒的话，你就能看到。哦，太有道理了。无敌是